走走走走走走！你以为老娘没见过钱呐？实话跟你说，老娘买一盒胭脂的钱呐，都够你娃儿吃3年的饱饭了。一个大洋就想过了你的肉一样。要想当包长，可以把钱呐乖乖的递到老娘手上。那你说嘛？ 我洗耳恭听。这种事情呐，不出了血咋行呢？出血？你是说花钱呐？出少了，都莫搞。那还要出好多血嘛？10个大洋。10个大洋？你以为买个官帽子就那么便宜啊？你以为请个客送个公鸡就可以了？哼，你龟儿子太不知事了。 未必100个啊！100个都算少的了。那黄果子当年花了好多钱嘛？你不能跟他两个比噻，他有一个好妹夫。那回报高不高嘛？高不高，就看你咋个炒了。算了算了算了，现在那个形势太乱了，越炒越困难了。我们老官场啊，有了白眼狼那个东西啊。 连黄果子的草不走，更何黄果陈黄豆儿。我也不想遭高峰，哎，不划算不划算，我是把我的100个大洋收到，反正选也选了，他总不可能还瓜皮都冒充噻。哎，坐这儿。陈黄豆儿，你回去把枕头垫高点儿，好好的做你的春秋大梦。 一会儿来坐起咋子啊？人家鬼老板在林州的时候是分了工的哦，我坐柜台，你咋着？太阳都落坡了，你还不烧水煮饭？你儿子那个茅厕车呢？你咋子？做饭？你敢打我？老子！你敢打政府？ 老子跟你说，老子要当包长了。哎呀，玉瓜皮啊玉瓜皮，你硬是8月间的南瓜，瓜得发黄，你不要以为你冒儿都吃得饱，你又想当包长，那是喊你去搅局，你何必？你还认真了？哎呀，这个鬼老板说的，我搞得成。 哎呀，玉瓜皮啊，玉瓜皮，你咋个瓜得有样有味的嘛？你硬是把我气得到猪。老子今天，老板，解开。来，来开了，走，来开了，来开了，走，开了，开了，来开了，欢迎二位入住本店。哎呦，哦，请。 请，请，请，请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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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请坐。哎，上房一间。嗯。哦，2间，2间。好，好，好，2间。那请问两位住好久呢？就今天一晚黑。哦，押金跟房费刚好一个大洋。嘿嘿嘿嘿嘿嘿。去。嗯。 请问二位高姓大名呢？我叫方二，黄二啊，还是方二哦？方二，房子的房，儿童的儿。哦，方二，翻过来就是二房。哎，你咋个跟客说话了？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那请问这一位呢？去，那是你觉得？啊，你是我们大名地里的方老爷，年纪现在看到的，要。 要，嫂子啊，我跟你说，今天我们又买了2件旗袍，还是嫂子有眼光。哎呦喂，这下你就放心了嘛，你那200个大洋啊，不得打水漂了。嫂子，你看你说的啥子话嘛？说人家像小气鬼一样。
要不是遇到平地起风云，哎，你不要说是两百个大洋，就是两千个、两万个，那又算啥子嘛？哎，幺妹，现在就有一个翻烧的机会，就是看你愿不愿意抓住。 啥子机会啊？今天那个竞选呢，激烈得很。你没有想到吗？城隍庙的竞争对手居然是鱼瓜皮。鱼瓜皮啊？啊？就是龟老倌客栈那个瓜娃子。他算啥子嘛？他还想去竞选当保长说。人家的城隍庙那儿还打了个平手，一人250。250？ 哦，都250张票。镇上来的那些人呢，就正好借坡下驴。 说的是随后就认命，等到收钱噻。但是我觉得呀，政府这次运气撇，那个城隍庙是个色家子，鱼瓜皮又瓜又穷，估计都不得送钱。那他们这个事情最后咋个收场的呢？咋个收场？哎，就在他们两个当中选一个噻。幺妹，翻烧的机会就在城隍庙和鱼瓜皮身上。翻烧？ 啥子意思哦？哎呀，嫂子就直说了，你就在他们当中随便选一个，哪个当保长你就嫁给哪个。妹儿，虽然你现在是县长夫人，现在嫁给保长，你撇死也是保长夫人噻，总比你现在守寡受穷的好噻。你说这个城隍庙嘛，都还说得过去嘛？这个鱼瓜皮。 他是个瓜娃子的嘛！哎呀，幺妹儿，你都到这个地步了，你还想那么多，真的是，哎，你是嫁给保长这个职位，又不是嫁给鱼瓜皮那个人，这个就对了噻。哎，那个西瓜来喝，过来。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你那小舅子脾气咋子？啊？咋个？没见过保长嗦。 你是保长，咋个？不强啊？强？啊，强，确实强。只有保长的宝器只有一捧之遥。听到没得？放老爷的说，我强。你强，有模有样。 哎，那请问包江贵姓呢？我姓瓜，瓜。不，我姓鱼。哎，余保长啊，失敬哈，失敬。我想打听点个事情。你说。听到说你们老官墙上既没得烟棍儿，又没得妓院，这是咋回事？你啥意思？ 啥子意思？这个老官场是米仓古道上的重镇，人来人往，没得娱乐项目，这个咋子个说了咯？你到底啥意思？啥子意思？我们方老爷他想投资，你咋个乱走？哎，方老爷准备先在这个地方掀开三家烟棍儿、三家妓院，把老官场的娱乐事业发展起来。 老子走不动了，哎呀，这腿都算个残废，快憋死了！反正早晚都是死，你干脆先给老子来个痛快的，顺便把我埋在这儿。是，想得安逸。走，哎哎哎，老子给老子吃个毛头。 鬼哥子，你也会甩竹签啊？我以为只有夜猫子才会呢。哼，夜猫子，夜猫子都是老子教的。给老子，我以为你不来救我们了呢。快快快！
快走！别把猴子，金木山，快站住！听到了哈，然后新房的肯定是坏人，又要开妓院，又要开烟馆。嘿，你要愣到咋子？快点去烧开水噻！你给老子搞清楚！现在老子不是鱼瓜皮了，老子是鱼包长。你莫跟我装疯卖俏的，人家都说滑冰冲击，你连冰都没有滑出来，你就饱满的说我是瓜兮兮的。反正老子不管，现在老子是鱼帮子了。你敢打政府？你敢打我这个？差点搞忘了，他给我留个密码。啥子密码？我跟你说，密码就是你那儿站到，不准动。老子偏要动。不准你去烧开水。老子偏去烧开水。哼。密码就是话要反起说，程序装反了。开水还是那副开水，瓜皮还是那个瓜皮。鬼哥子，你吓我一跳！刚才有人看到你们被压着没得？放心，我用了一计。我跟姓赖那个说啊，看在我们多年同事的份上，喊他给我们两个一个脑壳上蒙了一块黑布，这样子避免被人看到，也免得丢面子。那就好，否则老官场就没法待了。水烧开了，你自己跟他们说。我又装不来瓜，我咋说嘛？反正老子不管，我不能管。余华平，你以为我治不到你是不是？余华平，我跟你说，余华平，你以为老子不想你说啥子说？你干啥子啊？半夜三更不要你睡觉啊？啥子意思啊？我喊他给你们送开水，他龟儿子不干。早该送了嘛，猪八油下寒菜，把我口渴得不得了。啥子？我嘛还没放学，还没放学。啥子意思？砒霜还是三不到？不是。猛喊药还是好药？这个啥子意思？咋？说清楚！儿房。哦，放儿。你就不开导下你老婆想一下？嘿，真的是老鼠药的话，他会跟你说啊。你瓜皮再瓜吗？也不能瓜到那个地步噻，哈。哪学啥子还没放药？消毒药。消啥子毒？你看我们老官场是旱码头，喝的是井水，井又没坑盖盖，你拿个桶就打两下，我拿个桶就打两下，好多细菌嘛，不消下毒，你中毒了算哪个的？有道理，那赶快放下。余华平，不准去拿药哈，老子偏要去。喂，那是不是不中我？假意赔实，那他在那干啥？兼职做伙计，兼职做伙计，拐得起包，好好的包长不当，兼职。包子，哎，上头，操！哎，不要激动，打根。哪里听到打根的哦？金风雀火的。又拿来了。放弃，快放快放！哎，多谢你帮我小弟把气的去，干点事情麻烦。来客了。
是我们。哦，是鬼哥子嗦，我还以为来客了嘞。鬼哥，鬼哥，有他呢。关羽，哎呀，还没当选哦，咋个飘起来了你？不是有点，简直是离谱！幸好那个房子有盖盖哟，没得盖盖，我估计都跑到飘到天上去了。余华平，你给老子听好，都算你真的当了保长，你不是还是个瓜皮你？切！开水烧好没得？烧好了，幸好我脑壳儿转得快，不然就搞砸了。嗯，搞清楚来了没有？放心，没得错，那个家伙啊，对我们老官场呢，要开三家烟馆，还要开三家妓院。哎，胖儿，胖儿，忙啥嘞？稳不起呀，肚子痛得不得了啊，都是忙啥？今天召集大家来啊，就是要宣布我们老官场新保长竞选的结果。政府从各方面考虑，决定任命余瓜皮为老官场新任保长。居然弄个瓜皮来当保长，丑闻！我来上诉，我来上诉，我来上诉！陈黄豆，请注意你的措辞，尊重政府的决定，尊重余保长，跟余保长作对就是跟政府作对。好，好，我倒要看哈那个瓜皮是哪个来当保长的，我倒要看哈余瓜皮是哪个来领导那个老板的群众的。余保长，你已经正式上任了，我们随后将公司提于街上，根据镇长的指示，请余保长马上到政府开会商量春节娱乐活动的经费。现在就去啊？对，现在就去。鬼老板，我去不去？哎，余保长，哎，你现在都是保长，你咋个还要听别人的呢？哎，别人听你的了噻。那我现在就去。对，现在就去，走。现在就去。鬼老板，啥子？现在变得快哟。幺妹儿，幺妹儿。哎，嫂子。哎，你要急啥子？那你坐，你坐。哎，我跟你说，好消息，好消息。余瓜皮当保长了，余瓜皮当保长啊！从现在起啊，你就要做好心理准备，等过几天，我亲自去给余瓜皮提亲。这个事情恐怕不合适哦，这太没办法解释了嘛。哎呀，幺妹儿，余瓜皮比那个陈黄豆可好得多。陈黄豆是个一毛不拔的铁公鸡，他如果当了保长，你嫁给他。就算他搞得再多的钱，你连影子都看不到。哎，余瓜皮好，好就好在那个瓜子上，他一瓜，凡事就没得主见。哎，这个时候你正好发挥你的聪明才智，垂帘听政，还不晓得呀？一个保长就那么重要吗？哎呦喂，这你就不晓得了嘛。老官场的头号人物非常重要。
妹儿，你就等到过好日子嘛。哎，本来呀，我是打算把娃儿生了，等他长到两三岁以后再给你找人家，这不是情况有变吗？哎，不能让别人捷足先登了噻。既然嫂子你都这样子说了，那就听嫂子的嘛。哎，这就对了。来来来来，坐到。一旦事情成了啊，你就喊余瓜皮到我家里面来住。那个客栈是鬼老倌的，余瓜皮到现在都上无片瓦下无寸土。你们搬过来之后啊，我就给你腾间上房给你们住，随便住。这样会不会太急了点？哎，不急不急。要么你想一下，以我们两个的聪明才智，哎，玉瓜皮的鼻子还不是我们牵着在走啊。那下你专员的身份解脱了，有啥子打算呢？除了跟鬼老瓜劫富济贫，别无打算。那你就没想过东山再起？没想过，也不敢想。是留下来还是继续去找菜花城？菜花城已经找到了。找到了？在哪里？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，就是你。我还真的想死，但是我不是。要是我真的是菜花城，至少我会有个主子。有了主子就会有依靠，可惜我当初走错了路。当初我应该学你一样，一边投靠国民党，一边投靠共产党。脚踏两只船，永远都不翻船。就算党国一脚把你踹了，你还可以依靠共产党。我就惨了，我只能紧跟鬼老瓜。县里头已经把那个姓赖的和他两个随从的尸体都弄走了，他们认定是巴山虎杀的，几十号人现在正在那一带到处搜捕。没得人认出被老赖带走的是我和艾长儿吗？那个倒还没听说过。那就好，幸亏啊，当时我多长了一个心眼儿。哦，对了，我劝你啊，暂时还是躲到屋里头，不要抛头露面，再听点风声再说。你放心，事情都已经过去这么多天了，要是露出了马脚，早就有人找到这里来了。麻辣烫故事，烫了多少回？老百姓的甜，就是艳阳天。娘。